胸部检查最好的方法提议是低剂量 CT。 胸片检查呢，它是一个重叠的影像，大家如果照过胸片就会发现胸片检查两个位置，正位侧位，它两个照完以后是常规位置。在胸片上面，因为它是重叠影像，所以比如心影后方的病变与骨头相重，比如说与肋骨相重的病变，包括纵隔里的病变，因为它的密度分辨率不够，所以一些微小病变它是会漏诊的。而 CT 呢，它是横断面图像，所以呢，它的图像的检出率是很高的，尤其对于一些微小的病变它不容易漏诊。现在临床上有低剂量 CT， 它可以利用较低的辐射剂量达到较高的影像学诊断效果，所以如果大家选择胸部检查的话，还是建议做低剂量 CT 检查。胸片检查唯一比 CT 检查的优势在于它的费用比较低廉，但是作为体检来说，我们是要发现早期病变，如果你不考虑费用的优势的话，那么大家还是建议做低剂量 CT 检查，达到早期诊断、早期治疗的目的。